各位介绍一个特别的产品，是微型投影机。那我今天这一款微型投影机呢，有微型投影机的特色，小到男士的衬衫可以轻松的放进去，但它最大的特色在它的亮度，其实高达50流明，适用于我们10个人的小型会议室做简报，解决了原传统微型投影机亮度略微不足的一个困扰。它的操作非常简单，它内建的记忆体，所以我们只要打开它的按钮，其实它可以打出一个我们想要的大画面，然后再透过我们简易的一个操作 OSD 界面，就可以选取你所想要播的一个内容。内建的记忆卡把想要的影片跟画面都事先先储存在投影机里面。我们的电池寿命有 1.5 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，除了可使用电池之外，也可以使用交流电的电源，让大家的使用上更为方便。我们希望透过亮度的提升，把微型投影机的应用扩大到更大的领域，比方说小型会议室，或者是甚至在户外的时候，一个露营或者床边故事，它都能够扮演一个不同样的一个角色，把微型投影机的功能发挥到更大，让我们随时随地一起跟周遭的亲朋好友享受大画面的乐趣。谢谢。